我们现场所有的乡亲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！先来一个热情掌声好不好？谢谢！超级谢谢大家带来福利礼盒送给现场的朋友。待会哪边掌声比较大声？我有带来特制的扇子要送给现场的朋友，是你们的掌声加尖叫声要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心连着